跟你讲哦，你是第一个我想要认真对待查某囡仔，拜托你原谅我啦，你莫来吵我好不好？莫让我沉入茫茫的情海，好不好？大妹妹，你总是愿意打电话给我哈。高冠达，我了准讲你爸妹有我厉害嘞，结果同款是老梗。我说 good。大美女啊，我本来了准讲要来这冰山美人融化，可能要一点钟，安尼我才会好报到你看。想袂到你这样着急想要见我。老爸好，甲咱一点话好啊。你莫阁自我感觉良好啦！你若准讲我打电话给你，就表示讲我原谅你啊！我已经决定，莫阁甲你这个情场浪子勾勾缠啊！因为我感觉你根本就无了解什么是爱。大美女，这个表示哦，你根本无了解我。卡苏，你愿意阁一杯，打开你心里的窗。那你就知影，我高冠达其实真要紧你。你叫我开我就开哦，我真心想敢有这么无志气啊，我就是偏偏不爱开，安怎？疯狂的事情就是爱上金倩倩，金倩倩，请你陪高冠达疯一辈子好吗？大美女，我今天特别为你准备的爱的惊喜，你有满意无？安尼嘛叫做 surprise 哦，我感觉真普通啊，我看得出来你根本就不用心。好了好了，不管怎。不要紧，我以后大家哦，还是继续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我一定让你感受到我满满的心意。对了，阿飞，你是不是要替我甲倩倩解释啊？我是不是真正有去有低调才会失约？啊？哦哦哦，啊，对啦，阮大哥是真正去替我老公父到三江蒸布文灯。国家因家的家族拢提手去扫起，无客户生气嘛。我们大哥马上身不由己啦。哎，倩倩，你有听到无？安尼，你是不是在原谅我？哎呦，拜托你啦，莫对我这样残忍嘛。